晚8月19日电，近日前透过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播读后，香港民主党昨18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公开信，声称香港自由恶化，要求特朗普停止香港在香港关系法下的特殊地位，即推动撤销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香港政界批评民主党的行为洋奴心态，卑劣且愚蠢至极，不单是歪曲事实，更是将全港市民的福祉置于不顾。港媒陈浩天全的祈求美帝国港乱国图，港媒陈浩天祈求特朗普制裁香港。据香港的文汇网消息，民主党在信中提出两大要求，包括要求特朗普运用所谓的香港关系法所赋予的权利，暂停将香港列入在中国下的特殊地位，以及推动世贸将香港的成员地位撤销。陈浩天在信中声称，香港作为中国的扯线木偶，与中国立场一致，而中国透过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在不少国际组织拥有多余一席及随之而来的额外权利，香港沦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第三只手。信中更妄论香港及中国政府在处理 FCC 邀请陈浩天播读演讲一事上，不断以不同方式要求 FCC 撤回邀请，象征香港已全面失去自治和言论自由。他声称香港已失去在香港关系法下特殊地位的基础，要求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香港的特殊地位。民主党更表明，他们已清楚知道，倘若要求获得落实后，香港的经济将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仍妄言香港已没有资格在美国各种关系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权利云云。各界炮轰陈浩天洋奴心态，毫无国家观念。针对陈浩天此举，特区政府高官和各界均对其表达遗憾和谴责，指其洋奴心态为以己自私行为，卑鄙可耻，祸党乱民，漠视香港人的利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直斥责陈浩天行为愚蠢，对其做法感非常遗憾。陈志思指出，陈浩天要求外国政治人物介入香港事务，行为愚蠢，非常不智，挑起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他批评陈浩天的做法只为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及曝光率，对香港绝无好处，加剧社会矛盾之余又对国家带来冲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亮星批评陈浩天，指出什么事都要找外国的举动是洋奴心态，他认为陈浩天毫无国家观念，不能接受，更是与香港人为敌，对于香港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吴亮星认为陈浩天的讲法在颠倒是非。吴亮星指出，当初国家是为了香港能继续正常参与国际事务，才透过一国两制赋予独立参与的地位，有关第三只手的讲法是相当奇怪。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博表示，陈浩天终于露出其真面目，他批评陈浩天不惜千方百计搞乱香港，行为卑鄙可耻，漠视香港人的利益，中方早打预防针，外部势力不得干预香港。早前对于对香港事务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中方多次对其打预防针，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如今年5月美国发表所谓的香港政策法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中国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改变。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止这一错误做法，在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对于那些与国外势力沆瀣一气、不择手段、单中乱港分子，外交部则希望香港社会认清和抵制这些人里通外国、挟洋自重、泛中乱港的图谋和行径。海外网侯新川 CNN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